哇！呢度景觀幾靚啊，會所。打牌嘅地方。下面就係入口，咁樣架車就停喺呢度，個入口呢邊入。咁呢度就拍啲雪，上面就会爆烟花，但前面有个工地，短暂嚟讲都有海景嘅呢边，之后就冇啦。会所就5、6楼，都望到一个好开扬嘅海景。最主要睇呢度，下面就有条马路啦，车流量就唔多嘅，但都有啲位佢会做啲隔音屏。个会所都唔差嘅，同埋个会所有海景，睇住个海咁样舒缓下身心，OK 嘅。24小时健身室，哇，好大喎呢度，佢成层都系健身室喎。临海嘅创意空间，唔知咩嚟嘅。本身系咩天桥啊？嗰、那个空中花园啊，我知原装系攞嚟做轻轨，佢而家要改啦，要改装咯。个楼底好高啊！呢度哇，我嘅 band 房，哇四方城打翻几只啊！呢、這个公主嘅房啊！下級感受下面壁，有個長形嘅廳，呢間447尺，一個露台位，嗰邊就係啟德海灣，咁可以望下啟德海灣嗰邊景，空中花園，出海口。佢呢度又多咗扇屏风，点解咧？一字形嘅厨房，呢个浴室有窗嘅，主人房。呢度就彈咗上去。好靚喎，搞到。你頭先我講，我講俾你點上呢度？空中花園。啊，呢度有個罅海，望到紅磡。私室一伙，一個長形嘅廳，一個一字形嘅廚房，個廚房都編曬。呢边就300尺嘅一房，景观呢边就望都会公园，隔篱就详细嘅盘，咁 OK 嘅，方向几好，靓嘅，扎身啲咯。咁呢度就主人房，海景，下面就回旋处，然后呢边。靓仔嘅